上周，宾夕法尼亚州级法院作出了一项裁决，判定一位持有美国绿卡的华人女性惠徐被要求遣返且立即驱逐出境。拿到这项判决后，她大喊冤枉，并说没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后果如此严重。这还没算完，不得不离开美国重返原籍国的惠徐，没成想又被中国政府拒收了，这下可算是成了过街老鼠，无处可去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惠徐到底犯下了什么让中美两国都容不下的罪状呢？咱们今天来看一看。2019年3月，宾州警方下令对五个在此经商的以华人为主的团体进行逮捕，从而牵扯出了一桩持续多年的贩卖人口并强迫卖淫的幕后犯罪团伙。据警方介绍，惠徐在宾州莫里斯维尔、德尔蒙特和门罗维尔经营按摩院，其中工作人员以按摩为名给客户提供性服务。为了能找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她与49岁的丈夫亨利·卡鲁索千里迢迢从中国招募年轻女性。据了解，惠徐持有中国籍护照，但取得了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资格。她本身英语不佳，所以招聘的员工基本都为中国人。为了笼络更多的人，惠徐通过丈夫亨利帮忙购买机票，直接从中国招聘多名年轻女性前往美国务工。但实际上，这些拿着签证与机票梦想着能在美国大赚一笔的花季少女，下了飞机后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地狱般的生活。原来惠徐在招聘时宣称自己经营着多家按摩店，需要的是按摩能手，但没想到这些按摩店背后却都在从事着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的违法勾当。那这些从千里之外来到异国他乡的年轻女孩，自然就成了这张犯罪网络中的猎物。根据法庭公布的案件卷宗，这些中国籍年轻女孩被惠徐以美国高薪工作的借口骗到纽约法拉盛后，第一时间就被收缴护照等证件，而后这些受到控制无依无靠的女性将会被集中运往宾州，从此被迫开始卖淫。调查人员表示，这些受害女性不仅被迫卖淫，还会被惠徐卖给其他同伙。据调查人员了解，受害女性经常会乘坐大巴从纽约法拉盛去往人口贩卖和卖淫聚集地的宾州门罗维尔，到达后惠徐的同伙将会从公共汽车站接人，然后领着人到其他美容院、按摩店给客户提供性服务。要说事情做到这一步，恐怕惠徐一行人还不会这么快的暴露，但他们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中国女孩，将她们通通关进狭小的房间，不让出门，不让见人。因为生活环境太过于恶劣，受害女性需要经常在按摩店外拉晾衣绳晾衣服，或者在店外挖坑做饭。正是这样奇怪且有损市容的行为，直接惹恼了邻居。邻居投诉后，警方顺藤摸瓜，对按摩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最终揪出了这个人口贩卖和卖淫团伙幕后的五个黑手。除了经营着四家按摩店的惠徐，和她在威斯特摩兰县监狱担任资深狱警的丈夫亨利·卡鲁索外，还有常于晨在某赌场担任经理，惠村卫也是一家按摩店的老板，以及 Robert Yerrick 按摩店的行政人员和勤杂工。2019年3月，警方下令对五人进行逮捕，而后警方立即对惠徐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同天，身为警务人员的亨利·卡鲁索知法犯法，戴罪自杀身亡。被捕后，惠徐当即缴纳了$10万后被保释，结果因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前员工而被重新羁押。从始至终，惠徐都在极力喊冤，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些指控都是空谈。尽管一再否认，但证据确凿。2021年，惠徐最终还是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认了两项人口贩卖和一项共谋卖淫罪，被判了2年刑期。因为候审羁押时间已经超过了2年，在认罪后，惠徐便被当庭释放。庭上因持绿卡，移民法官裁定惠徐于2021年6月14号被遣返回中国。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作为惠徐的国籍国竟然直接拒收。美国不能待，中国不能回，意识到自己将无处可去的惠徐连连后悔，申请上诉。诉状中，惠徐表示自己英语不好，不
不了解认罪协议后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法院应该设定认罪无效。当然，最终的结果正如文章开头所讲，法官毫不犹豫地驳回了他的上诉。截止目前，惠徐也未就此发声，本人也不知所踪。对于他的境遇，相信大家不会表示同情，同时也希望广大在美同胞能从他身上吸取教训，赚光明正大的钱，否则终究会落得他这样的悲剧境地。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